金欧无缺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主题展呢，从去年10月25日开幕以来呢，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观众观展呢是非常踊跃。展览呢包含了宝岛台湾、九州同碑、抗倭守土、长剑当歌、挥戈赴疆、迈向统一6个部分，客观再现了台湾光复回归祖国的历程，以及两岸关系向前发展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那么最受观众关注的是第5部分，挥戈赴疆，和第6部分，迈向统一。很多观众观展之后呢，是在展览的留言部和网上留言。那我特意呢跟馆方借了一本，想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留言部，分享几则留言。有一位署名3年级小学生的观众，他呢画了3颗小爱心，然后写了一句话：希望台湾早日回家。然后有一名观众呢，他是写了一首诗，他说：曾经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如今只争朝夕，两岸早日圆梦。光复75，共襄千秋伟业，恋恋山河无恙，绵绵骨肉情长。这是一则。还有一则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位观众写哈，祖国统一不能一直等下去，我们这一代人要看到统一的那一天，不能把问题留给下一代。所有的留言都强烈地表达了一种希望祖国能够早日统一的迫切的心情。那应广大观众的要求呢，国家博物馆决定呢把这个展览延长展出到今年的3月底。同时呢，为了方便更多的两岸的民众，尤其是台湾同胞来去看这个展览，该展呢将推出网上的展馆，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是进展顺利，预计呢会在本月内上线。